梁朝伟是娱乐圈众所皆知的社恐明星，面对众多人时容易感到不自在。早前他获颁第80届威尼斯影展金狮奖终身成就奖，回到香港时看到大批媒体已经到场等候，原本想赶快溜上车离开，但却被老婆刘嘉玲拉着衣角抓回来拍照，笑翻众人。而今日两人一同出席活动，梁朝伟看见现场众多媒体，让他不自觉地张大嘴巴。而之后刘嘉玲接受采访时，梁朝伟站在一旁不断搓着双手，看起来相当不安。另外刘嘉玲单独拍照时，可以看到梁朝伟一下看着天花板，一下又看着地板，让网友们纷纷笑翻留言，爱人闯进了艺人的世界，好漫长的2分钟，谁来救救梁朝伟啊？